一群人住进一间废弃的军营，要过两个星期的简朴生活。他们重新检视自己用掉的资源以及产生的垃圾，独特的生活经验将带给他们人生哪些转变？在农村，水圳、水车可以发电，就连鸡粪等废弃物也能产生电力。如何利用现有的资源，让大家一起来发电？乡村发电梦正开始起步。煎、烤、炸、炒，餐厅、小吃摊在街头巷尾烹煮热腾腾的食物是这么的吸引人，但是产生的油烟却让人伤透了脑筋。走位的油烟带来健康与环境的危害，该如何来解决？现点现煎，大颗的蚵仔搭配自调的粉浆，把蛋液抹得均匀，粉皮煎得酥黄后，淋上香甜带辣的酱料，蚵仔煎一上桌，客人马上动筷往嘴里塞。啊，香酥萝卜糕，啊，脆皮臭豆腐啊！来，另外一头老板大声吆喝，四方的臭豆腐与炸的香酥脆准备起锅，铁板烧的摊位师傅也拿着锅铲，大火快炒花枝。撒些葱蒜九层塔，闻起来盘共共。台湾人喜爱到夜市大啖美食，吃饱喝足，顺道玩个套圈圈拿赠品。小孩也有旋转木马可以接头。不过在夜市逛一圈玩一回之后，不晓得您是否有过这种经验？你的头发或衣服沾满了五味杂陈的油烟味。夜市数百公尺长的街道，经常有上千上万人涌入，寸步难行，空气难以流通。加上餐饮油烟的窜出，让周边的气味更加难闻。瞧瞧这两位中国游客，臭豆腐摊的油烟和气味熏得他们频频皱眉。济宁夜市的社区更是不堪其扰，在大厦挂出长布条，检举夜市的油烟与噪音。有环保团体就走访全国1508家餐饮业进行调查。发现有近半数的业者排油烟设备不合格，那个餐饮店那个排油烟管就直接就架在这个古迹的上面，然后直接就冲上去了。你会发现那个排油烟管它完全没有任何设施，然后你就看那个大量的油烟，大量油烟直接就冲在这个天空上面，是吧？发现附近很多的餐饮店，他们就直接把那个排油烟管就直接埋在那个水沟里面，而且它密封，用水泥密封。这个其实是一个两难啊，你如果直接把这个未经处理的油烟排放到水沟里，它是空气污染行为，我们是可以直接处分。好，但是如果是有装设防治设备的，民众有的时候他会认为说眼不见为净，他反而会要求业者说，哎，你能不能把这个烟往水沟里面排？餐饮油烟的调查显示，近半数的业者将油烟直接上天下地，不是散逸在空气中，就是排入水沟，堵塞排水，发出恶臭。环保妈妈们也发现，许多大型的餐饮业者喜欢将门面装潢的美轮美奂，但是绕到后巷一看，却大辣辣的将厨房油烟露天排放，或者是只用一根筒子接上风管，未必装有油烟处理机，路过还是能闻到浓厚的油烟味。这种违规的情况又以夜市最普遍。反正大家都在排，澄清人就没有对象。如果有人澄清，政府就是说不告不理。你没有去澄清，政府也是不会主动去算是取缔的。民众他们说他们澄清，他们也一直就是打电话，可是当那个环保单位人员一来，他们就停，你抓不到现行犯。除非你有那个仪器测，你说一般民众哪里有？红葱头、猪油红葱头。这两年不断传出负面的黑心油新闻，让家庭主妇无法信任市售的食用油，宁可自己买猪板油回家炸猪油，制作香葱酱。那一块是挡油烟，是不是？挡油烟的，就是它从这边吸出去嘛。现在有些妇女健康很大的原因是吸这个，对，肺癌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厨房高温的煎炒炸一定会产生油烟，不光是气味闻久了让人难耐，更会危害健康。
根据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调查，肺癌连续28年高居妇女死因的第一位，这和时常在厨房接触油烟有很大的关系。厨房油烟中常常含一种致癌性的多环芳香烃的成分，那多环芳香烃的话也是有一部分是人类的致癌物质，所以长期暴露下来会造成这个健康的影响。尤其是大火快炒的时候，那个整个油烟就这样喷出来了，那个浓度都非常的高，颗粒的数目都非常非常的多，那长期去呼吸这种的油烟为例呢，对这个身体啊肯定不会好。烹煮的油烟侵入肺部可能是致癌的因子，推测和台湾人炒菜的习惯有关，喜欢热油快炒，火越猛青菜越清脆，食材煎烤炸油烟也呼呼直冒，产生的悬浮微粒人体吸入后卡在肺部，导致癌症。因为油烟分家庭跟营业啦，那我们家庭就是说你用家庭的排油烟机，那基本上呢环保局没有办法去管道，因为它是不属于事业范围，所以这部分呢虽然有一些小抱怨，可是因为它的煮的时间很短，所以这部分家庭用的政府就比较没有那么严格在管。现行空污的主动稽查只限于工厂，对于家庭或餐饮油烟，采取有陈情才稽查的步调。民众走过路过，对油烟没放在心上，不知躲避，不想检举。业者虽然逃过稽核，却可能自食恶果，伤了自己的健康。戴口罩基本上对比较大的这种微粒或是油滴是有效的，但是如果说很小很小的这些的油滴或是微粒，这个口罩的效用呢，可能就不是想象那么好。做餐饮业会不会小心？费线来，会哦，所以要花这个钱。抽风机没有用，就你电烤机来抽风机，跟阿那多好。你给他看，这个一年就会这样子。在英文里面 ，lamp 指的是灯 ，black 是黑，合起来叫油烟，会让灯罩变昏黑，人体吸多了，肺部也会黑。在各县市，油烟几乎年年登上空污澄清案内的第一位。不过，餐饮油烟有没有违规，并非民众检举说了算，还得靠闻臭师来把关。大概是在下风处，在下风处采样会比较有明显的气味。空污的稽核人员先观测风向仪，选定下风处，在遭检举店家的3公尺范围内采样恶臭的空气，装入集气袋封存。吸饱一点会让那个样品的量多一点，这样的代表性会比较足够。为了避免气味衰减，外形鼓胀像抱枕的简体袋，得在6小时内送回实验室，稀释成10到10万倍，交给嗅觉判定员来鉴定。每次的判定有3个嗅袋，其中一袋装有采样检体，另外2袋是纯净的空气，由判定员闻过后勾选有异味的嗅袋。为了避免影响闻味，判定员平常不得碰烟酒，闻味的当天不能鼻塞，不能吃辛辣食物，得保持最佳的嗅觉状态。我刚刚解释我的背影比较美，原因是因为我不能化妆，不能有喷任何的香水，然后连护手霜都不能擦，就是因为要防止气，因为香味跟臭味都是异味，所以要防止其他的味道去干扰我们在做实验当中的一个观能判断。闻臭是一个科学的，因为闻臭不是说我们到了现场鼻子这样闻一闻就叫做闻臭，不会是这样说，这样就不科学了。测试完了以后，把这个数据经过统计分析，然后得到一个数据，这才是最后的答案。名牌香水或是泰国榴莲究竟算不算异味？科学的仪器无法断定，鼻子仍旧是最佳的利器。嗅觉判定员虽然习惯被称为闻臭师，但是他们分辨的不是香臭，而是差异性。简体的味道被稀释的越淡，如果还闻得到气味，就表示异味浓度越高。有比较香的味道，那我们就可以猜测哦，这一家卡采回来可能是麦当劳啊，或是一些野生书记的这样子。以12次为我们一次实验的循环，如果当这次的实验只要它的正结束大于7以上，我们会持续下一个分析。那如果它的正结束小于7，就是6，包含6以下的话，那我们就停止这个分析了，代表说它已经闻到极限了。
那套用到我们这个臭度的公式里头的话，它所得出来的答案就是30 ppm，就会根据法规来做判别，它是否有超过法规的部分。不论素食烘烤或油炸，太香太臭都可能被认定为是异味。一旦遭检举，店家如果有油烟设备，就依照采样闻气的数据决定是否裁罚。如果没有防治设备，周界看得到白烟，闻得到味道，就直接告发处分。五烟哦，八万，偌济？八万，八万。嗯，我以前啊烟太大，我无使用的啊。人开罚单一张啊，偌济？5000，还佫上课。白白万一不行，他设备加上替代一些，因为现在夜市本来都很不好做了，那等于是增加我们的负担了。防范餐饮的油烟四散，除味除油设备不可少，但是这些设备耗费电力，体积庞大又占空间，对小本经营的摊商而言又没有价格诱因，不如以机油罩、抽风马达做掩护。民众也误认为摊商有装管线，有尽到了油烟处理的义务，不去追究烹饪恶臭。我恁家死遐多啊？拢嘛，做生意阮这算较少啊。恁是位倒来？罗州。啊，拢拜几来？拜三。礼拜三。水也得自己准备。对。你们从哪边来啊？树林。周三的傍晚，在新北市林口的这处空地，摊商从四面八方涌进，业者一一把生产的器具搬下车，点火热炉准备营业，接着把常穿的排烟蛇笼安设好，开始揽客做生意。成本的话，我们进店的，包括这边差不多4万块左右。4万块哦。对。我们去别的林口。没有，只有林口而已，其他的地方都没有这样要求。林口夜市总共有160摊的移动摊贩，是新北市规模最大的流动夜市。为了避免油烟扰邻，夜市的自治会定了公约，要求所有业者必须加装排油烟设备，是全台流动型夜市的首例。我们的摊贩都紧邻着住户，所以造成住户的衣服，住户晒衣服，真的是有衣服是黄黄的。那100%是确实，每一摊只要有油烟的摊贩，我们都强力的督导他们去装设这些设备。因为它形态的不同，所以它在装设油烟防治设备的时候，当然就会困难度就不一样。像我们传统型的夜市，就是街边型的夜市，它就是在街道两侧，基本上它离建筑物很近，它要取得这个电力或者它在安装上可能也都比较容易。那另外最特别就是林口夜市，它就是目前比较红的，它就是一个所谓流动型的夜市，它就是因为它是流动型的，它的防治设备必须附着在它的摊车上面，它的困难度是比较高的。流动型的夜市摊贩的餐车爬爬灶携带不方便，影响业者油烟机装设的意愿。不过一旦遭遇住户频繁检举，开罚一次要5000到10万元，与其一直被罚钱，不如一次做好。油烟机安装后，可以收集至少90%的油烟，民众来逛夜市也比较舒服。差不多12万左右了，啊没有，啊，要环保局要完，啊，要做那个起烟罩啊，管那烟罩啊，要钱要设计的。10几万，咱家己吃嘛，拢政府拢无补助。无啦，那也好诶。我们市政府没有补助他1毛钱。今天营业，你获利，你赚钱，你不应该把这个成本外加到这个我们一般的这个老百姓的身上。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采用所谓补助的方式。当你补助经费一结束之后，因为业者不是他自己花钱去买的设备。他可能不会那么珍惜，不会那么在意，好，那久而久之，这个设备的效能效果可能就不好。
油烟处理本来就是业者的责任，小本经营的夜市摊商都能装设，大店面没有理由不装。记者走访发现，也有大型的餐饮模范生，宁愿花50万甚至上百万添购防油烟设备，也不愿打破邻里关系。这也凸显餐饮油烟不是不能处理，而是要不要处理的问题。大小台机器而言啦，小的大概都是3万多4万块这样子，一组整套起来。然后大的话，你像瓦间的话，它大概就是将近10来万这样子，一定要这样子，一定要一个先带头，对，然后后来慢慢一跟进，哎，效果不错，一个跟进。最近几年，各县市都在努力推广所谓的环保夜市，实施禁烟，不用免洗筷拦截油污，但唯独油烟减量最难推行。宽松的法规，少量的检举民众，业者有恃无恐，行人和隔离社区暴露在致癌的烟雾当中，肺成了抽油烟机。要求摊商加装防治设备，目前没有强制的公权力，靠业者自律实行不尽理想。是不是该考虑中央立法，才能严格要求，确保大众健康？